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看讲义，第一章，学佛辩证，第五段，辩佛法是非。佛法是非，就是十种，在今天我们看起来以为是佛法，而其实呢，它与真实佛法的教义那个意思相差太远，所以我们学佛之前必须先辩证这十条，它不是真实的佛法。如同前面第一条提到的，佛法不是宗教，不是哲学。那确实很多人以为佛法是宗教，以为学佛就是研究哲学。那么你不是学佛，上一堂课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今天看第二条，佛法非违背于科学。有人认为说，佛经里头的道理跟今天所谓的科学不相应，误以为佛法落后，不如科学。这个在现在来看，莫要说佛门以外的人认为我们学佛落后，乃至于今天我们佛门里头本身许多自己学佛的佛弟子也是这样的认为，总感觉的这佛法呀，上了年纪的人学的，精神空虚的时候才学佛的。年轻人，年轻人要追得上时代，要赶得上潮流。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你还开倒车去学佛呢？认为学佛就是复古，学佛就是落后。连我们自己呀，学佛的人都没有勇气抬起头来告诉人家说我学佛。为什么怕人家知道呢？哎呀，人家一听说你学佛，你这个老古板啊，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去搞这些迷信。我们同修们啊，来到佛堂，这个同修们见面啊，都亲切的打招呼，都合掌阿弥陀佛。这只是在道场用得上，回到家去到社会，你还敢不敢对着别人阿弥陀佛呀？恐怕你不敢。为什么不敢呢？怕人家笑你学佛。你看你自己心里这个结你都已经过不了了，你自己都觉得哎呀，我也还没搞清楚这到底佛是怎么个学法，
所以啊，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佛法落后，佛法不如科学。而现代人追求讲究的就是科学。所以，身为佛弟子，自己对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师所教导的，我们没有信心。大家看讲义里头讲，近代科学家秉持实验主义，给我们解释何为科学。一是根据眼前的经验而定论，毫不加以深思。我们信科学，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科学常常在换。科学家今天发现或者发明了某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一公布出来，诸位，你说我们对科学家所发布的这些理论，我们100%是深信不疑。那么你问问自己没有，凭什么我相信这个科学家的话？他是科学家呀，那么科学家讲出来的话就100%的正确吗？我们有没有去考证呢？没有，没有经过考证，你就完全接受。那么请问，你科学吗？我们不科学。我们今天人就是人云亦云。好吧，既然是人云亦云，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佛经里头给我们介绍的这些道理，我们反而就不信了呢？你为什么只信科学家而不信这个福德智慧道德圆满的圣人所讲的话？这个似乎就出了矛盾了。那么既然科学报告都是这些科学家的理论，明天如果有另外一个科学家，他有更新的道理，那么他就能够把你今天相信的这一番科学给推翻。所以相信科学，天天都在换呐。你说你今天信的科学，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被新的科学家把这个旧的理论给推翻了。那么请问，要到什么时候我相信的这个科学理论呢，才叫永恒不变？给诸位说，没有。所以才说他是毫不加以深思。换一句话说，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人所研究出来的道理。那么我们信，因为他是权威。或者第二种呢，是防止经验不足，用人力改进以弥补之不足。所以今天这些科学往往就用很多的财力人力，利用这些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今天是信科学呢，还是信这些仪器？这些科学仪器都是人造出来的，
是不是完全没有错误呢？这一些现代仪器是不是真的就能够探究到宇宙人生的根源呢？这个问题还有待等着科学家继续的去开发，让他们开发出更新的理论。因为佛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所说，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就出在是3000年前，离我们已经很久远3000年前讲的这些道理，今天会不会不符合科学呢？今天会不会被科学所淘汰呢？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深究这个道理？佛法佛经里头讲的这些道理，所谓的道理，佛讲两桩事情。第一，宇宙的真相。我们居住的环境，从最大到银河星系，到整个太空，到最小电子粒子，佛讲这个事实真相。第二，人生的真相，人生。我们从哪儿说起呢？从轮回说起，从三世因果说起，从我们这一生，我们的业因果报说起，从你肉眼看得到的这个肉身说起，人怎么来的？我们怎么来的？死了以后到哪儿去？这是关系到我们。从你看不到的但是凭着你的思维，你能够感受到的，那就是精神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做法，我们这一生面对着这一切人事物所起不同的感受，它怎么来的？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如何去解决？这一些佛叫做人生的道理。49年就说这两桩事情，给我们说明宇宙的真相，给我们说明人生的真相。佛为什么能够说明这个真相呢？因为佛陀是从智慧里头自己进入这样的境界，亲眼所见，说给我们听。这一桩事实，佛在我们常常念的《般若心经》里头，佛就告诉我们，你看他赞叹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谁是观自在菩萨呢？当一个人能够摆脱业力，能够摆脱轮回，能够对眼前这一切的事实真相
看得清楚明白，而且本身自己呀，又能得大自在，你就是观自在菩萨。像这样的一个大觉者，他的行持叫胜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是智慧，所以胜般若波罗蜜多就是甚深的大智慧。这样的一个圣人开悟了，证果了，他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告诉我们，他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照见，好像用那个灯光照一样，那是，意思是看得清楚明白。世出世间一切法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观自在菩萨都看得清楚明了，所以他能够照见五蕴。五蕴就是讲五装事情，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指你眼睛能看到的，从我开始，这个肉身是色，你眼睛能看到的周边的这些人这些物是色，乃至于我们能感受到的这个世界啊，整个虚空通通叫色固体。受想行识是精神方面的，那我们的感受，那这些是无形的。一个大智慧的人，他对于宇宙的真相，色受想行识，人生的真相，他都能照见。什么呢？通通叫空啊，空不是没有啊，空是什么呢？空就是《金刚经》里头讲的一合相。什么叫一合相呢？众缘合合而成。这个宇宙，这个虚空，有没有啊？佛给你说，本来没有。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因为众生有业力，在这个虚空法界里头受果报，佛菩萨发了大慈悲的愿力，要来度这一切众生，所以世界就有了，众生就有了。那你问他哪来的？他本来没有，叫因缘和合。所以经上说，这叫一合相，它空啊，缘尽了，世界没有了，啊，众生也没有了。我们精神方面的受想行识，没有永恒的。天天都在变，念头在变，感受在变，啊，
佛说我们这个心的念头啊，叫刹那生灭，了不可得，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相信自己的念头，前一念还是这样想的，后一念就把自己前一念想的给推翻了，所以叫刹那生灭，了不可得。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受想行识，所以告诉你，这样的圣人照见五蕴皆空，他不执着了，不执着就能度一切苦厄。第一个，先度自己，让自己不再受业力，不再受轮回的约束，你度一切苦厄。佛菩萨自己得度了，回过头来把这些宇宙人生的经验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也听明白，帮助度我们的苦厄。所以我凭什么相信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话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是在禅定，他是在清净心中，他是在大智慧里头照见五蕴皆空，他看到了整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然后告诉我们那我们凭什么相信？那么现在我问你，你又凭什么相信科学家？你说科学家用的那个仪器呀，很先进，再先进的仪器还是科学家的人脑发明出来的，能够说100%的没有错误吗？但是我们最终还是相信了。那凭什么我相信释迦牟尼佛呢？第一，因为他的道德圆满，《金刚经》上佛自己说的，如来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到了如来的境界，佛不会讲假话，佛不会骗我们啊。况且讲骗话还是根本五戒里头的总戒，佛教我们持戒，他自己怎么可能不持戒呢？再说说骗话要有一个道理，要有一个动机。你看骗子要骗人的话，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去骗人啊。那么请问诸佛是什么理由编这些假话啊，讲这些宇宙人生的道理来骗我们呢？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来骗一个人，这个不合逻辑。所以我们今天接受3000年前佛说的话，这叫以圣言量。那么大家先从这个道理上去了解，一个是用人力，用科学理论，用科学仪器来探测出的一个结论，叫科学。另外一个是圣人的智慧啊，而且是道德圆满，我们信他的道德。他从甚深的禅定里头突破时间，突破空间，把他亲眼所见到的这些境界相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信科学而不信佛法？你要说
这3000年前说的，恐怕落后了。虽然说科学常常是后浪推前浪，但是呢，科学永远都是新的。今天发布的这个新的道理，它可以取代旧的这个道理，但是你这个经典里头讲的这个道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3000年都不曾改动过，这个落后。那么我们就来对比一下，刚才说科学常常叫后浪推前浪，因为它常常有新的发现。那佛法到了3000年今天了，为什么就没有后人来推翻佛在经里头讲的这些道理呢？因为佛经讲的这些道理，3000年前佛已经把它完全讲得透彻，换一句话说，一点错误都没有，我们怎么个去推翻它呢？确实研究经教的同学他就能够知道，今天科学在发达在进步，诸位，这个昌明的科学没有能力推翻佛法，反而科学越是进步，它越证明世尊3000年前经典里头讲的这些道理能够与今天的科学相吻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相信的科学，你是今天才听到的，你今天才相信的，但是人家3000年前就已经这么说了。那么诸位，那么请问一下，是今天的科学最进步呢，还是3000年前佛经里头讲的这个道理最先进呢？人家都已经讲了3000年，你到今天才来发布新消息，等你发布了这个新消息之后，拿来跟佛经典一对照，怎么一样的呢？那请问，是科学抄佛经的，还是佛经抄科学的？我们看它的寿命吗？人家一个已经3000年了，你这个昨天才发布的。所以说，我们佛弟子要有这个信心，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而释迦牟尼佛所提倡的这些科学言论，就是经典里头讲这些宇宙人生的道理，时至今日还不曾被任何一个科学家所推翻他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我们是学3000年前人家就已经证实了的科学。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认为自己学佛是在开倒车，是落后呢？当你明白道理之后，佛弟子，只要我们明白经典里头宇宙人生的道理，我们相信的真理永远走在科学的最前端，我们一个一个的来探究，刚才讲宇宙的真相，从最大的银河星系，这我们科学家要到什么时候有了这些望远镜，有了这些卫星，然后才探究到今天这个宇宙星系的真相呢？
但是人家三千年前已经说了。大概是在20世纪初，科学永远是欧洲人的权威，西欧人发明了大爆炸的言论，那是告诉我们，他探究的这个宇宙，其实今天科学家所探究的宇宙还在我们地球的四周围而已，讲的还不远。告诉我们，不晓得他们用什么科学仪器探测出这个宇宙啊，大概在137亿年以前，那个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爆炸，宇宙爆炸了以后才有这些银河星系的形成，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欧洲人的大爆炸言论。但是呢，3000年前咱们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说的呀？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世界的形成还叫众缘和合。什么缘呢？众生的业力，佛菩萨的愿力。所以佛经里头讲，一个世界从它出尘到它毁灭，经过尘住坏空四个阶段，繁琐的呢我就省略了，我讲它重点。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做例子，其他世界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世界从出尘到毁灭要经过尘住坏空四个终结，那叫一次世界的尘跟灭，叫一个大劫。按我们所讲的，人的寿命每100年减少1岁，从84000岁减到10岁，再从10岁每100年增加1岁，增加到人的寿命最多84000岁，这样减减增增算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大时节，就刚才讲的一个大节，总共是268亿年。那等于说是我们地球，其实是指娑婆世界，从最初成立到整个世界毁灭必须经过268亿年那么长的时间。268除4，为什么除四呢？因为有四个阶段嘛，尘住坏空四节，所以268除4，67亿年。我们这个世界从出尘的时候67亿年，到第二个阶段注解，我们现在地球是注解，使用期呀，好像产品一样，多少长的时间把它做成，然后这个产品保留的时间有多长，然后它呢毁坏的时间有多长，你把它丢掉了，那就叫进入空劫。第一个尘劫67亿年，第二个注解67亿年。你看67加67 134亿年，西欧科学家证实告诉我们，上一次的宇宙大爆炸是在137亿年前。诸位，你看它的时间差多少？差3亿年而已。
但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已经说了，从现在到推回算到以前，这个世界出尘已经130多亿年，证实了啊，科学家推论出来的数目字只差3。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的寿命，我们地球啊已经活了45亿年。科学家警告我们，如果我们还在任意的破坏地球啊，不环保的话呢，他说大概再过一个10亿年，这个地球就不能再住人了。45加10 55，刚才讲的我们娑婆世界的住劫多长啊，268除4 67亿年，科学家只是说到55亿年的时候啊，地球就不能住人了啊，并没有说这个地球坏哦。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只活了67亿年，那么这个世界就开始进入坏劫。那个数目字很接近啊，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大爆炸，然后才有这些银河星系。世尊告诉我们，这个虚空里头，从最初的是风，啊，地水火风，风轮在旋转。因为风轮的旋转，形成水轮。所以佛经上说，我们的世界，华藏世界，我们是在一朵大莲花上面，这一朵莲花的四周围都是海，啊，所以它的底层是风轮，风轮的上面是水轮，啊，这样的在旋转，就形成了固体，就是地，啊，就是我们的国土。这样的国土的形成都是因为这个旋转，那么旋转的范围，它的力度，就是今天我们科学家所谓讲的一个银河系，一个太阳系行星运行的轨道。你看那个行星绕着太阳，太阳系绕着银河系，它不是随便转的呀，它一定有一个已经成了定型的一个路线，啊，如果稍稍的差了一点点，那就世界末日了，啊，所以都是由它正常运行的轨道，那就是当初由风轮的转，啊，这个力量转出去了，它跟它之间有多少的距离？啊，大爆炸学论里头讲的，这些银河星系已经离我们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远。换一句话说，世界的寿命已经慢慢的不在正常的轨道里头运行了。拿我们今天住的地球来说，啊，老人家自己就有感受，年轻时候的地球环境跟你50年后的地球环境那是完全不一样，几十年你就感觉的不一样了，你说几万年几千万年几亿年，那个变化有多大，大到银河星系。世尊告诉我们，类似这样的娑婆世界
整个虚空里头有多少呢？数不清。你没有办法把它算清楚。而一个娑婆世界有多大呢？今天科学家只能发现一个银河系，而世尊经典里头所描述的娑婆世界有10亿个银河系那么多。这些话都是3000年前佛讲的呀。小乘经典里头啊，这一部经《起世因缘经》《大楼探经》详细的给我们描述我们整个世界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啊，一个是横，一个是纵，它的范围有多大，它是怎么样的形成的，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人是怎么来的，佛经里头有交代啊，关键是我们相信吗？啊，这些都在小乘经典里头佛告诉我们，世界出尘的时候，那是越上面这些越有修福报越大的天，他们先成就啊，然后慢慢慢慢的往下，我们呢、啊，我们地球在经典里头叫阎浮提，在这个须弥山的南部，所以称为南瞻部洲。我们世间的人，佛经上记载讲的是色界天的光阴天的天人，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他们有神通。光阴天的天人全身放光，他不必说话，彼此之间的交流只要一放光就是言语。来到这个娑婆国土，贪着世间的美味，这个神通道理慢慢的就丧失了啊，因为吃世间的这些东西，色界的天人已经断了五欲，没有淫欲的念头了啊，因为饮食的不同，所以这些天人这个身体的发展就有了差别啊，就开始有了男女的分别。而当那个时候男女见面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体结构的差别，起了一念的淫欲心，这个时候开始有欲望啊，所以五戒里头淫欲是根本。那个时候的天人呢，不用像我们现在去上班去赚钱啊，他们吃什么呢？他们想吃的东西都从地上长出来，随手拿了就是他们的食物，你今天拿了明天再来还有。那这个时候就有人想了，天天这样来拿太麻烦了，哎，我就今天拿多一点啊，大概我3天5天不必来拿。那么这个时候起了贪心，每个人收藏的这个食物就多了，一多了之后呢，哎，这个人今天去拿没了，那没了怎么样呢？他家收很多啊，然后呢就起了一个念头，那我偷他的啊，淫之后就是盗。他说以前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没有法律的，
没有皇帝，没有国王的呀。那么因为呢，起了这个贪心呢、啊，偷了这个食物，就要找一个人来做公证人呐、啊。那个时候开始有法律啊，把我们这个村子里头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啊，让他来做公证啊。某人，你看他偷了我的东西，那因为犯了错事，要处罚他，要杀害他，所以才有杀。众生做了错事，为了要隐藏自己的错误，讲骗话，所以才有妄言。所以佛说五戒里头的杀盗淫妄是这么形成的。3000年前佛给我们说了这个人生的真相啊。但是多少人能够接受呢？这个就等科学去证实。从宇宙最大的银河星系到最小的微尘，佛经叫微尘，科学叫电子，叫粒子。科学家今天告诉我们，今天一切事物都是这些电子粒子互相撞击形成所谓波动的现象。3000年前佛告诉我们，那它不叫波动，佛说那是叫心动，你的念头在动，所以才形成了微尘扩大，才有万事万物。而这些呢，通通都叫众缘和合而生，叫一合相。现在人要用显微镜，你才能看到微生物。3000年前佛告诉我们，你喝的水，水里头有84000虫，他用虫，我们现在呢叫微生物。他说我们的身体里头也有84000虫。84000虫是什么呢？我们身体里头的细胞。那这些从最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佛经里头告诉我，那么这一些通通都属于宇宙的真相。那么今天科学家运用这些科学仪器所证实的这一切，正是佛经里头讲的，没有错。像这一些言论，小乘经里头讲的最多，讲到人生，说到我们人，刚才讲的那个观音天的天人，那是讲最初最古，现在讲到现代了，我们都是父母交合而生的。佛给我们讲了一部经，佛说入胎经，告诉你神识灵魂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父母，你能选到的就跟你有缘的，没有缘不能做父子，不能做母子啊。这一辈子做父子做母子，过去生的缘很深，所以你能投胎到这个世间来，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你的神识；第二，父亲跟母亲，缺一个不行。你的这个神识
有神通。这个神通啊，多厚的墙壁你都可以穿过去。但是只有两个地方你穿不过去。第一个，如来的金刚座你没有办法穿过去。第二个，母亲的胚胎你进去了你就出不来。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在选择父母的时候，必须是父母在交合啊。那我们怎么去投胎的呢？因为我们凡夫无始以来的淫欲心，所谓讲的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爱就是你的淫欲的念头。物以类聚啊，我举个比喻你就明白了。好比如果你是个酒鬼的话啊，那边有一般人在喝酒，你自动就跑过去了啊。先不要理会那一般酒鬼你认不认识，一嗅到那个酒的味道你就跑过去了啊，你是个赌鬼的话，听到那边有麻将有骰子的声音，你就跑过去了。所以当众生有这个淫欲念头的时候，看到这一对人在交合的时候，跟他又有缘的，哎呀，他看得很开心，神识好像被那个磁铁吸着过去，一去那就叫入胎，你的神识就进到母胎里头啊，进了胚胎里头了，你神通再大你没有办法再出来，你就乖乖的怀胎十月。而世尊在入胎经里头把这个胎儿从当初最开始这个神识入胎，一直到怎么样演变到他的五官眼耳鼻舌身意，他的整个身体构造在母亲胚胎里头形成，都讲得非常详细。近代有人用着医学的仪器，扫描仪器，拿一个怀孕的妇女来做试验，从她最初怀孕开始，每7天都做这个扫描的追踪。扫描她能够看到这个胎盘里头这个胎儿的进展，然后把它拍摄下来。跟这个入胎经来相对，跟世尊经典里头讲的完全相应。这是世尊大智慧，他能够知道这人生来了之后，我们这一生你的业因果报啊，同样是人啊，为什么有的长得好看，有的长得难看，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好命有的贱命呢？佛都把这三世因果的道理告诉我们。而佛当初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底下的这些学生啊，很多都是有修有证的修行人，他们也有神通。所以佛这么一说，他们用神通一观察，他们完全接受。佛讲的没错，我们现在没有神通啊，那么我们今天只能依着佛的圣言量，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想知道自己前世造了什么好事坏事，看看自己这一生的受报，大概就能够算出自己以前是什么命，造了什么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想知道自己来生的果报是什么，大概看看自己这一生做的是好事坏事，你能够推敲一个八九不离十。我们今天只能这样子，但是佛陀那个时候呢，佛一说，弟子们个个明了啊，这些初二三国四国的圣人天眼一观察，马上就知道自己过去生造了什么样的罪业啊，也知道自己来世是什么个果报，
所以他们能够依教奉行。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刚强难化。对佛讲的话没有信心啊。我们的思维念头，当你接受什么样的教学，你的观念就改变了。所以我们一生的际遇，你该遇到什么样的老师教你，这个老师很重要。你遇到善知识，善知识引导你入正知正见。你遇上了邪师，邪师为你演说邪法，引导你的知见入邪知邪见。所以他观念一改变呐，他没有回头了。所以佛才告诉我们，在学佛道上，第一个先要保护的就是你的知见。你必须是入正知正见。如果说我学佛一开始，或者是我学佛过程当中，我遇到了邪师，我遇到了邪法，我听进的法都是邪知邪见，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了。这叫破见。佛说你学佛破见，佛都没办法救你，你就一直破下去，等你什么时候果报受尽了再回头来。但是如果你知见正确，行为做得不好，这叫破戒啊，杀盗淫妄啊，这些种种戒律你都犯了，佛说没关系，你还有救。为什么有救呢？因为你正知正见，你做了错事之后，你知道自己错了，你肯认错，你肯改过。那你改过来了之后呢，只要确保以后不再犯这个错误了，那么你就是修行人。所以佛说你破戒我能救你，但是如果你破戒我没有办法救你。那你想一想，今天我们在佛门里头学佛，什么人给你什么样的知见，它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的是，今天我们拜佛做老师，释迦牟尼佛是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有这样一个高明的科学家老师，所以佛经里头的这些人生科学、宇宙科学远远超胜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也天天在求进步，所以才有后浪推前浪啊，后面的言论把前面的言论推翻啊，他们说这个叫进步。那么你们三千年，你们学佛，你们佛经拿什么做进步呢？佛法以戒定慧为改进啊。我没有学佛以前，我什么坏事都干尽的呀，无恶不作啊！啊，做了这些坏事之后，我还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的。自从我学佛了之后，明白因果之后，我学戒律之后，慢慢改变自己的观念，慢慢转变自己的恶行为。佛教我们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定就是清净心，因定开智慧。那你说从原先的坏人变成好人，从好人变成圣人，这是不是在改进呢？我们天天都在进步啊，
不要说我今天学三千年前的佛法，我们就叫落伍啊。那么请问，三千年前的佛经道理，哪一句话说错了？哪一句话跟现代科学勾不上的呢？而是科学越是进步，越是证明佛法更科学。而我们佛弟子，我们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我们才真正是现代的科学家。因为你天天在求进步啊。到你啊因定生慧，你是开悟正果啦，你是阿罗汉辟支佛，你是圣人的时候，你天眼通，天耳通，人家要用天文望远镜，你天眼一看，你看得比他清楚明白。佛告诉我们，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理，才真正叫永恒不变。而佛所说的话，叫如语者，叫实语者。那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自己学佛，佛弟子，我们要有勇气，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拜佛做老师，谁要说佛法不科学，那么请你说，现代的科学是不是证明佛经里头讲的道理？你说我们学佛落后，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我们在道德上，我们在人格上，我们天天是戒定慧，天天是在长扬自己的清净心跟慈悲心，我们哪有落后啊？那你说，你学佛人呢，很多都不会这些科学仪器。这些科学仪器是外在的呀，你看像我们用的手机，你说今天这个手机最新啊，每两个月被人家推翻了，人家有更新的取代它了，所以这些都是外向而已，而真正真实的是我们对内，我们人格道德的提升。为什么大家不承认这个是科学呢？为什么大家老是执着在这个外向，这个才叫科学呢？那你要知道，这些外向的科学哪来的？如果没有人类的头脑，哪来的这些外向的科学啊？那么如果你内心里头不科学的话，就像什么呢？科学家发明了这个新的仪器之后呢，哪来害人？那问题就大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科学家也学佛的话，他首先先提升他的内向的这个科学啊，先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他有这样的道德的话，他发明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利益众生。如果他用心不正的话，他发明出来的科学仪器那就来毁灭世界。所以诸位，我们是要有道德的科学呢，还是要一个不讲道德的科学呢？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佛法没有违背科学，而且佛法就是科学，现代科学就用来印证世尊三千年前为我们所说宇宙人生的真理，完全是科学的道理。这一点大家明白了之后，就不会对自己学佛没有信心了。以后人家说你学佛没错啊，要有勇气的承认我学佛。
我天天在戒定慧改进自己。这一端，第二条，让我们辩证，佛法涵盖一切的科学，但是科学不能代表整个佛法，而我们要学的是佛法，而不单单只是在研究科学而已。啊，这样子让我们辨别清楚科学与佛法之间的区别，那么你就不会误把科学以为自己在学佛了。啊，那路子就不会走错了。好，这一段为大家报告到此地。好，阿弥陀佛。